写第一版的介绍了。站太那个，那个时候哎、欸，还是人太多，伺服器承受不了，不让我进去。有吗？哎、欸，我们 combo 到100了，我们 combo 到100了。我被 DDoS 啦，我被 DDoS 是手机游戏，手机游戏也要 DDoS。没有啊，你直接灌爆他家了。哦，激励激励，又不能进。太过分了。攻击打不痛哎、欸，我还是用纪律好了。纪律是打全体的啊。纪律很爽哎、欸，87000还不错。哎、欸，我挂了。我没皮呀、啊！我纪律到底是干嘛用的？我又不是得分后卫。60%，60%，再等我一下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冲哦！没有 AP 啦。没关系，还有15分钟啊，不是吗？你就算是打后面的15分钟杀掉他们吧。OK 的，我们故意应该一张王牌在后面，没有问题的这一刻。这个王牌真的是王牌吗？哎、欸、妈的，我要加！哎、欸，好凶！你已经跑人了，你还加？我不能来过来聊天吗？你要聊什么？我们在讨论战术哎。你把你的滑，你把你的滑鼠放下来，你就可以加了。全部撤退，我们就那个。你不可以回复。三国演武，我跟你讲，我刚 iOS 卡，哦哟，声音好大！快点，快点！你不是刚进来吗？对啊，因为我 iOS 不知道为什么卡住。哦，等一下哦。什么约会？努力打，周报他们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你买了。那没事也是。核弹中。也是。哎、欸，我进去了。快放招！你终于可以核弹是吧？我一补血，然后我就被打掉。终于进去了，我也是啊！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在哪里？大招攻击也太快了吧！不是，你知道什么、啊？攻击 打超过30000，你的血就只有30000而已。追击，你们血太少了。用最弱的、欸、追击哎、欸，全军前进哎、欸欸！我们分数变得比较低了，赶快！我们要输了，我们是被 M 大输哎、欸！不会，我放纪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。先我们输，我们可以一直打10万，我打一个10万，来喽，93780，最后来了，好了，哦、最后来了，好好，靠你们，我去回家 AP，、哦、果然我一来就追回来了，太神了，让一下，我已经让15分钟了，对啊，我们不能让观众失望，赌我们赢的人都要奖品，对啊，有人说刚刚不该放因果啊，赌盘是我们这边偏高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我没有让你们那边的人失望。赌盘是你们那边偏高，你确定？我不这样认为哦。啊？赌盘应该是我们比较高吧？我们可是演武西军，超猛的。谁的今年只有3.62？3.62？谁的那么少呢？可能是后卫吧，后卫就是打比较少。后卫打比较少。我已经89，这是我吗？回复在 loading 的时候就被打趴了。蔡渣，你要多用鼓舞，因为你是后卫。啊，你要鼓舞我们。快，哎、欸，追击，我们还是扣，我们还是输，快点追击他们。哎、欸，我他们只用远距离的。不行，我要用纪律，纪律打很痛。哎、欸，对方用纪律。我们要全躺了，完蛋了。打多少？42000。我们只有47870，我、欸、有了，分数再追回来，分数再追回来。15000。我追回来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用近距离比较痛。分数追回来了，分数追回来了。我就已经追回来的、啊。哎呀，我们只要补攻就好，我们这个 combo 已经140几了。144。太阳，你们那边 combo 多少？他挂电话了，他要回去了，他要回去了。他应该也没有回地方去了。他怕了，他怕了。杀人喽！杀！哎、欸，剩11分钟，剩11分钟。我要鼓舞你们喽！好，我一直都在鼓啊。你先把 AP 直接回复到高一点，然后放大招。大招在哪里？我忘记了。你们？哎、欸，几率或是攻击里面。好，你们应该有大招啊。有个 AP 是80的那个可以用。我在鼓舞你们，我在鼓舞你们。核战。我觉得那个要留到最后、欸，最后一刻来一个逆转。大招吗？全部留起来吗？嗯、我是留着啊。我想说，你跟巧克力的都先留着，最后再来用。等他们全部复活的时候，你们看他们复活的时候，一起一起放，一鼓作气啊！哎呀，我先来悠哉一下、啊。
感觉我们就没有问题。我的攻击技能全部都剩于零了，无法用。那就只能用声援啊！你也是跟我一样，只能用声援。好，那我就跟你一直用声援，轻骑挑发，轻骑挑发、欸，没有施展对象不可执行。因为他们死了，对方他们都挂啦。我们现在先等待一下。我们分数赢一万二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旁边的必杀技超满的，可以用吗？必杀技只有后卫可以用。后卫可以用，后卫可以用。要用吗？要用吗？哎、欸，赢120万吧。用。奥义是大家都有，就是提升提升。好。那哦，吃激励，吃激励。必杀。120万还好，120万还好，很快就被追回来了。快就被追回来了。核战落。后卫的必杀技不是很痛的说。感觉还好。我们要继续赢过他们。赢过他们，赢过他们，我来放两个纪律啊。才一万而已，没有问题，我没 AP 了。纪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右上角回复，右上角回复。哇，25万，我打个25万。每日可以回复一次。再一次纪律。你现在在、欸、等他复活一起纪律。纪律。你们天就知道了。哦，只剩一只，难怪打那么少。还有10分钟，10分钟。他一复活就死了，我没有办法动他。对啊，我技能都没办法放。哎、欸，我们超强。20、100、1000、100、1000多个饭团，打150万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的剧烈可以打40几万啊！测试伺服器啊，那个，哎呦，不对，我不知道打这个啦。有了，我声援到了，机会飞。我去其他战场，砍的，弄错地方了。声援已经康博到80级了，要去这里。我已经声援到没办法声援了。不是，我们好像有一个人没有上线。我要继续回 AD。我们的那个啊，最前面的那个 boss 啊 ，boss， 我们的 boss， 你看我们让他们一个 boss， 还有15分钟，他技能都没有丢，鼓都鼓完了。安安，李彩丹，我后卫也有一个没上线啊，我们是八个人在打、啊。他们应该也是啊，不会全部一起。后5分钟丢，前面狂声援，先去回 AD 好了，探索嘛。哎、欸，不对。是征战吧？哎、欸，我们这样赢蛮大的、欸。那些有什么按什么？我现在先不恢复。鼓舞也可以按，鼓舞是可以帮大家按。对啊，鼓舞完了，我已经鼓舞完了。激励快要结束了，等一下换我放奥义吧。直接把分数一次拉开。噔噔。而且我们有谁左下角有血哦？奥义不可使用。放技能的时候哦，要等，就是把那个画面按掉。激励跟因果报应。用人家说因果好像不大好，我来用激励发动。快，我要回 AP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，这是一种没办法使用。那、啊、我们先复活。给四个疯魔小太阳脸。伙伴们，我来激励你们啦！哦，我们全醒了。以执行奥义。哦，所以正功法这是谁放的、啊？有了，奶绿。我放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放这个？哎、欸，他们不打算起来了。放弃了吗？不会吧！起来一个，起来一个，打死他！不会，太阳一定会继续。起来又倒了，起来又倒了，起来马上把他砍死！直接把他砍死！直接砍死！他连级169，四个疯魔小太阳，连级超高。我就一直按、啊，他们只要一起来就马上被砍。对，我的攻击一直点。我也是。他们不起来，他们不起来啊！停100万啦！他们刚刚就停在850万差不多了。起来了，快中啊！又倒了，又倒了。留玉碎敌中，那是什么？才刚点而已，他就倒了。对啊，那边又多一个，超坏！揍他，揍他！不行不行，他又倒，他又倒，又倒。超坏！哎、欸，又起来，起来，打打打打！这是堵门口战术吗？打打108！奥义技能发动，超痛的。对方也有在发动哎、欸，佼佼者。来，我来一个纪律。我倒了！他们刚刚发动必杀技，他们那一条就没了。一起来发动必杀技什么鬼？我 HP 还是满的。你们 HP 会扣吗？我还是满的、啊，好像没有扣过。我这边 HP 我会啊，我会倒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凯洛回到战线了，没有，回复了16000的 HP。打他！凯洛战力超高，凯洛战力超高，欸、凯洛队。放了一哎、欸，我们那个正功法快要发动了，我们等那个正功法发动，然后再努力打，再30秒，25秒，还有25秒。继续增援，先留一下 AP。我没有 AP 了，我要去回一下。回一下，赶快回一下，我也再回。我也要回。鼓舞有没有用啊？帮菲菲安，你们去打那个核战限定征战呢、啊？哇，菲菲没有来我这，那等一下他就摊到他了。去打那个限定就好了。回有人说怎么会放真功法？别啊！
怎么了？正攻法不好吗？正攻法是60的能进，还是有别的更强技能？提升我方攻击，削弱对方的。不管了，发动了，感觉还不错啊。都发动了，没差、啊。打打打打了，他们都复活了。不过气来，我来一个朱颜一枪。他们瞬间加了100万、欸。正攻法是干嘛的、啊？哇，超强超强！再打再打。不对，他们都复活，我觉得我要用纪律。等等，我要补 AP。27000哦，怎么他们又倒了？我也倒了。我倒了。我画面看起来我自己也倒了，可是我还是可以那个打，我还是可以一直升、哦。我回满了，我回满了，我回满了。好好，靠你靠你靠你。我帮你们撑一下。等等，我快好了。他们都倒了。剩一个，剩一个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可以走开啦！谁准你在这？那个亮什么在点什么？对，亮什么点什么会比较好。对啊，亮跳回来。有什么技能就点什么技能。哦、我们赢了50几万了。战况履历是吧？好，等一下来看看。500多万。我觉得我们这样超猛哎、欸！赢了这是多少？个十百千万十万吧？对，快500万。会不会是他们核战有史以来伤害最高？哈哈，有可能。一般很少会打到那么高、啊，我只能一直增援而已。偷偷攻击，来看战况履历，才8000，120哇，29000哎，那你那个增援好强哦。增援什么东西？可是你增援可以选择对象吗？没有办法，他增援就按下去就是他自己那个、啊，哦，就是靠就是增援队友。对啊，就是声援队友。我看到卤蛋回到战线了。什么时候放那个必杀、啊？必杀我来放，我来放。太阳回到战线。黑羽黑羽也在打，黑羽打得不大痛哎。凯路又回到战线。凯路帮必杀，防御加了6000。卤蛋必杀不是很痛的说。哦，因为他们都跑到那个了、啊，他们都是后卫。对对，他们后卫啊，后卫看不到那个。后卫没有后卫就没什么伤害啊，他们要靠前线。好，赢500多万了。我们后卫就是在那边给你们加油加油加油打气的，我们可以躺着开始。卤蛋好像是前线、哦，我们可以，如果我们可以让剩下3分钟可以让他们啊。如果这时候全部撤退会怎样？没有办法撤退啊，撤退也就算我们撤退，他们还是可以打，因为他们输我们。追、哦、分，哎、欸，剩3分钟，剩3分钟，怎么又在发动正攻法？他们会不会等一下突然逆转？不太可能吧？不大可能，这差那么多哎、欸。说不定太阳一个爆发，用100万的能量，不到最后一刻还是不能。我还留着这个青龙雷霆破啊，拜托，可以大招，你还没放啊、哦？我还没放啊，我留在最后啊。这连吸的几率真的有点强。剩下20秒或30秒都在放。攻击我们已经连到快要200了，我们来洗到200吧。嗯，声源也快要200了。好，攻击我来洗，攻击我们一起洗。有起来打，我看到5个人，哦，200201，201，200，200，200，直接到201了，哇，700万哎、欸，超过分，他们又倒了，虐菜，我们后卫根本就不会损血啊，虐菜，满了，赌我们的真的太聪明了，哼，我技能没有剩余回溯哎、欸，能不能放？就那個、哦，可以这样按。现在都是一些哦，这样好快哦。22万是大小，我死了哎、欸，剩下2分钟啊、欸。我们前排有人死了，我没死，我没死。你都赢800万、啊，只要有人、欸，我也挂，我也挂。百万的，只要有人站着，后排就不会死。放心，我又再起来了。一直增援，一直增援，一直增援。我们赢800万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们这样也太惨了吧？他们是干脆放弃了，他们 AP 回过来了。好像知道他们现在在讲什么。他们没有战术，只有我们有。他们只会说：“怎么一站起来就死了？”他们说：“奇怪，对面是开挂哦、喔，对面到底玩了多久？”别说啦，没有孔明，没有啊，我们都是。哎呦哎呦，孔明的诡计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精明。拟定时间，我方消耗的 AP 减半。哇塞，好猛、喔欸！怎么不用 AP 减半？怎么不早点用？不是啊，那不是我放的。距离发动还有1分钟，白色的时间就结束了。张小一，张小一在干嘛？张小一终于出现了吗？哇塞，在最后这种时候才，最后一分钟出现，最后一分钟我们的 boss 才出现了。对、啊欸、那如果他一开始有打的话，那对面就不用玩了。他可能姗姗来迟，哎呦，又来开台了，哎呀，怎么要结束了？
应该打哎呀，奇怪，